作為一個咧以 Pokemon 為主嘅 YouTuber， 基本上咧每一款嘅 Pokemon 遊戲咧都會玩嘅。而喺2018年咧，我就喺呢個網絡上咧揾到一款叫 Pokemon MMO 嘅遊戲。雖然咧並唔係正版由外國嘅玩家咧製造出嚟可以連線嘅 Pokemon 遊戲啊，抱住咧試下嘅心態咧入咗呢一隻遊戲，玩過之後咧就發現咧根本停唔到落嚟啊！由原本只有硬生生嘅 NPC 同你傾偈，變到你可以咧由網上嗰度咧見到其他玩家嘅一啲對話或者一啲傾偈嘅內容，或者可以睇到一啲嘅玩家咧亦都喺度玩緊呢一隻嘅遊戲，譬如喺度捉緊呢個精靈啊，或者係過緊呢個主線嘅劇情嘅。呢種感覺咧真係都幾有趣下嘅。而我咧亦都咧順勢開咗一個公會喺呢個 Pocket MMO 入面。咁喺呢個公會入面咧，可能咧就同大家傾下偈啊，對戰一下，預下一啲色位啊，或者咧有一個換裝嘅系統咧，可以望到對方用啲咩嘅時裝。呢一個咧係正版咧完全體會唔到嘅一個感覺嚟嘅。曾經以為我都以為 Pocket MMO 咧係唔會放棄呢一隻遊戲噶啦，但係估唔到嘅係咧，竟然係 Pocket MMO 放棄咗我。關於放棄我呢件事咧，有少少複雜，咁呢一度咧就唔會再做一啲詳細嘅解釋啦。簡單而言咧，就係咧有一位嘅仁兄咧就偷入咗我個 account 度，偷咗我啲精靈，跟住然之後咧，官方咧就以一個共享帳號為理由咧封鎖咗我嘅帳號。經過申訴底下咧，官方決定依然係永遠封鎖我嘅帳號啊。咁總括嚟講咧，我就係2018年加入呢一隻嘅遊戲嘅。咁見證住一啲官方嘅一啲嘅錯誤嘅手法啊，或者一啲有問題嘅手法嘅，有好多玩家咧都紛紛咧提出咗一啲嘅問題啦。咁究竟係啲咩咧？就等我咧就嚟話俾大家聽，究竟有啲咩問題喺入面啦。喺2018年啱啱開始玩呢一隻遊戲嘅時候咧，的確係幾好玩嘅。一副 MMO 形式嘅遊戲咧，最重要嘅就係咧，千祈唔好俾玩家有一個無力感喺入面，盡可能咧俾玩家咧更容易獲得呢一個快樂嘅感覺。又或者是当玩家咧经过咗一段努力之后咧，能够获到一个极大嘅满足感。我觉得呢两款嘅模式咧，更加可以令一啲 MMO 嘅游戏咧长做长有嘅。喺一开始嘅 Pocket MMO 咧，其实系冇呢啲问题嘅，基本上玩家咧可以能够轻松咁赚钱。又或者咧呢一个嘅 Pocket MMO 入面嘅系统咧，并没有好大嘅更改啦，又或者系削弱。更加有一啲嘅節日活動啊，譬如係萬聖節啊、聖誕節啊、新年呢啲嘅活動啦、啊，呢啲活動咧喺正版咧係完全唔會體驗到嘅。不過官方後來開始咧對一啲嘅遊戲內容咧進行一啲更改更動啊。講真咧，其實線上遊戲會有呢一啲嘅更改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正常嘅一啲嘅操作嚟嘅。因為要隨時留意咧呢隻遊戲會唔會有一啲嘅漏洞出現啦、啊，又或者係咧玩家可以好輕易咁樣透過一啲方式咧去賺到錢嘅。一開始的改動其實我覺得都還可以的，不過的而且確我在遊戲入面的收入是有少少減少到的，就是將這個護符金幣和幸運蛋改為這個時限型，一個一個鐘頭 buff 的形式。畢竟時限型的話其實就代表著有機會令到那樣東西在市場上有一個需求的提升。另一個小小的改動就是將樹果的價格減至 50%。本来咧透过种果实咧两日就可以卖到100万啦，但系经过咗今次嘅更新之后咧，基本上两日咧大概就只有剩翻30-40万，咁基本上可以见到咧，其实咧就将个价格咧彻底咁减咗一半，将个收入亦都减咗 50% 啊！可以见到呢一个官方咧，其实系狠狠咁样咧，将呢一个嘅赚钱嘅手段咧斩咗一斩啊！呢个咧就系呢一个事件嘅开端啦，可以开始见到官方嘅一个极丑恶嘅一个行为啊！雖然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其實都不算是一些很重要的事，因為當時的我其實就不缺錢的，所以就可以透過慢慢賺的形式去賺回一些錢的。不過有一個改動令我真的有一點的無奈啦，覺得真的有這樣的必要需要改這個改動嗎？那就是將精靈的捕捉率再度調低。當精靈就算在 1HP 底下或者進入了一些異常狀態底下，依然是非常之難捕獲的。后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官方要改这个纪律了。就是因为他想玩家买入更加贵的高级球来捕捉精灵，来解决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假设玩家用高级球去捕捉精灵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入不敷支的问题。基本上就已经是赚不回钱回来了。然后这个问题正正就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了无力感在这里。咁呢个咧就系好明显可以令到玩家有一个好重好重嘅无力感啊喺入面啦。
更加嚴重的呢仲未出現，好戲在後頭啊。當你找到其他新的賺錢手段，然後準備呢開始撈一筆的時候，例如在 Pocket MMO 入面有四個地區，亦即係意味住有四個聯盟可以輪流去到挑戰嘅，可以透過挑戰聯盟呢個方式去到賺錢嘅。而玩家咧為咗咧製造出一隊咧能夠穩定快拆呢個四天王嘅隊伍啊，所以咧就開發咗一隊脱殼忍者為核心嘅一個嘅挑戰隊伍。不過官方今次咧又再次插多一腳啦。本來特性係神秘守護嘅脱殼忍者咧，理論上咧係只會受到克制屬性嘅傷害嘅啫。被官方咧強行改成為咧非 PVP 時只會觸發兩次嘅機會啊！哇哦，而家連精靈都識改埋喎！而呢個改動咧，只係單純咧係為咗咧唔俾玩家咧使用呢個脱殼忍者去拆四天王隊喎。呢個改動咧直接令到脱殼忍者喺呢一個主線劇情 PVE 入面係冇辦法再使用啦，又唔係用筆拆錢，結果官方都係睇唔過眼咧，就改咗呢一個嘅脱殼忍者啦。完全唔当玩家系玩家嚟看档啦，依家呢一个官方系，而一切改动咧令我觉得咧，其实官方只系想咧令玩家嘅收入降低啊，提升玩家货金嘅一个金额啊，透过一个卖虚宝嘅形式嚟到赚取呢一个 Pocket MMO 嘅游戏币。除咗以上一啲嘅改动问题之外咧，其实好多管理员咧都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嘅，譬如系一啲权力过大嘅问题啦，基本上佢话如果想封你，佢就可以封你噶，完全唔需要有什么嘅理由嘅。我以前公会咧就有一个玩家，因为借咗200万俾个朋友，然之后咧俾官方认定为个理由系真钱交易系嘛，而我咧就系咧被偷账号，然之后就俾官方话系共享账号。你话冇阴谋啊？我先唔信啊！总括嚟讲，呢款游戏咧由原本游戏性同埋互动性都极高嘅游戏，已经变成一款咧你需要不断去揾赚钱手法嘅一个游戏啦。你仲需要担心嘅系官方会唔会再次削弱你个赚钱手段啊？咁究竟系玩家玩游戏啊，定还是游戏玩我哋呢？